好，小米英文课开始。好，那我就叫你 Vincent 咯。Vincent， 你看今天有这些东西，这些是什么呢？爹的乌龟，跟蜘蛛人，还有大象跟书本，这些都的英文叫什么呢？这个呢 ？Spider-Man， 自己念呢，有记住吗？5次，然后呢要写 A 到 F， 可以吗？很棒。那么把这些东西都记住了哈。你要回家每样东西念3遍哦。我要给你555万个功课，听老师的话，拜托。我要找肚子，这个故事很简单。我要找肚子，讲故事，好吧，我找这个。好，会。今天小米英文课就上到这里，拜拜。大家也拜拜，记得分享，按小铃铛。
起的故事吗？不是，我讲那边的路径。好，那我去买绿本哦。我讲我大灾难的。我讲我大灾难。爸爸，您看，妈妈，您看，一步收集材料。爸爸，第二步，缝切材料。妹妹，您看，第三步，组合材料。第四步，滑下去。变完了。去罚站，等小文。去罚站，等小文。等一下，快点。